创作老师啊，五线的啊，为啥五线男友哦？可能是也是来穿鞋子，可能是也来穿鞋子。嘛，你会得说穿衣服，穿衣服，然后可能是也是穿鞋子，好美国人嘞，穿裤子，还有各种呀，穿五线的。妈老师讲那也没得不了的。就是打穿的不会打哦，后大家在老师看一页，就这就发条老表情，把我们大家表那个先发走，接下来这边拍到就是发的，大家了穿的不会打，你穿的很漂亮，你会打哪里？你穿的好看，你会打几多高呢？你穿的很少。你为啥捏的？你穿的太少了。你为啥也捏的？你为啥捏的不？就是说，要的就要捏的。啊，你为啥要捏的？就是不这样的嘛，懂得还没有？那老师少少少三声少，就是老师捏的，就是 a little 捏的。我嘛，我生命里我第一下没碰到，上万捏的，那捏了也三千没把了，就是捏的，捏哪个都。多的我多一些多多。两个，少就是那多，你要多就是多这的，那都你搞这嘛子东西，太少了，太少了，太少了，就是那弄的，哎呀那的，太少了，太少了，哎呀那的，还有是你们呀，妻子，妻子，妻，怎么学 speak up？妻子。妻子是你们呀，太太是你们呀，别没有一边他了，对你的妻子一个就太太是你们呀。那你啊学，你家的属于下学，母啊学，母院的属于下学。那老师哎呀他嘞，起床，起床，起床，哎呀他嘞，哦，那老师我就看到宝贝的，啊看一看，房间，房间，房间，啊看一看，那人家咯。房子，房子，啥子啊？教室，教室。那么你是哪人？就是 every day，每天，每三声，每天一天，一星期，每天，每天的明天啊，单串不住。明天就是，明天盘，这个是每天，每三声，每天，每天，每天，你是哪人？你来露露出来，Sunday school，嘛事？啊，你来露露，我肥到的。我每天都喝咖啡，我每天喝咖啡水，啊，你来个肥到的。我每天都喝咖啡加热，啊，你来露露，我肥到的。每天早上，门两带，Every morning 出来下雨，啊，门两带，能晓得。我每天早上散步。我们那代我姓阿啥人？我每天早上吃鱼汤面。啊，那你来来，每天中午啊，你来来啥拍的啥接的不？我每天中午背书，我每天中午背书，我每天中午背书。啊，你来来啥接的？你阿来，每天晚上，每天晚上，每天晚上，你阿来，啊，你阿来。就是三点来嘛，一直。我每天晚上12点才睡觉，我每天晚上12点才睡觉。啊，你要来三点来嘛？哎呀，差的也不咋用。那早起早起，哦，早上说说起个差的，说说差的，哎，都说说差的。9点起床属于比较的还没有起的了，没比较弱的多个。早起早睡身体好是比较些，哦，早起早睡身体好。早起早睡，早起说说差不多，早睡说说哎呀，身体好说，这嘛也搞的是比较啥些哦。早起早睡，身体好，说说差不多，说说哎呀，这嘛也对搞的。早起早睡，身体好，你们早起说说说差啊。那晚睡不要晚睡哦，不要很晚才睡觉。哎，你们有到那晚睡，老家嘛一点，晚安老家都睡个一点，老家嘛一点晚睡。啊，都是啥人嘛，巴拉不喏，说说啊，发的都是对啊，就是打，是比较他拉不喏，谁要讲，我咋比较英雄这边比较简单，
에이다 레베소 제 에이제 뭐우 에이다 디데야 睡的 에이다 시에소 레베 에이다 레 소레 我睡得也早哦，我睡得也早，所以那一点嘞呗，说也不，那就说一点说的我的也不，那老师这边快被把大别弄灭了哈哩，啥讲的嘛吧呀？快被别弄灭哦，就是再来点米饭，再来点米饭，再来点米饭，走啦，他们奶奶吃油，再来点米饭，再来点米饭，他们奶奶吃油，就是说你呀。再说，闹出来呀，拉的，别挨个奶奶闹出来，奶奶拉吧，他没有闹出来，奶奶拉吧，说了别紧了，他们奶奶吃油吧哦，所以的呀，哦，这东西可比我把它变白露面一下嘛吧不喏，他们奶奶吃油，再来点米饭，再来点米饭，我嘛，天天奶吃油吧，我啊，再来点菜，再来点菜，靠说的奶奶吃油嘞，再来点面。再来点面，哎，再来点说的嘛，老师，奶奶的吃辣吧，我蘑菇就是啊，擦到那桌来看嘛，奶奶的吃油吧，我妈说的这边牛逼了，还有老师说啥，比如说也不嘛，穿的那就是为啥，你妈叫做吃的啥的，就是今天啊，这道没吃到啥讲的。没吃的行啊，啥高呢？就话叫火腿呢，懂了？看来懂你家的妈妈煮的菜很好吃。没吃的行啊，啥高呢？你妈叫没吃的啥高呢？妈妈煮的很好吃。伢那边你不得懂了，对那么来着？哎，这里来着呀？妈妈煮的，怎么叫做吃的什么？他吃的都啥的？很快。做啥啦？演演的，你咋地那么把这快给发发了？二级的不？他吃的很快，做啥啥念的？他吃的很慢，做啥啥你的？哦，第三啦说的好，我的哎呦，大背景啊，别在这得什么意思啊？不罗马嘛你啥白天嘛罢了，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嘛说，但是怎么的呀，老师傅？就是那你过来，叫他的，叫他叫别的，啥讲啦？好吃吗？我说不好吃了，你不要紧，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啥吧？不鲁马么牛，就是说讲的人红，讲的人红不怎么样，不鲁马么牛。老白嘛，那个面的嘛，所以就特别嘛懂了。那副饺子，说啥萝卜饭的，饺子说肉的，切的，老帅的嘛。吃的我以前的啦，恐怕我那个喏，这都老家了。你说那老家嘛，我那我们烧喏，就别谈，我乱烧不也喏，都双手要，我烧完么？发的发的就是哦，叫的叫的是吧？表露的吃的叫啊表露的嘛，喏叫啊表露的。哎呦，那如果老师说啥都那对，老师说吃的，哎呦，你妈在那就来着打吃的，他说我没吃。没吃到啥高的，妈妈做的好吃，好吃啊，爸爸了。哎，这的，你发的东来都那么面的，哎，这的来着对他这点呢。妈妈做的好吃，没吃到啥高呢？要是不要把面弄的面了嘛？然后他做的都漏着，很棒，都漏着，一样高呢，一样多的。哦，他做的不好，都吃到没高不？不好啊！老师没教你，好啊，教多，哎，这点没不好，没教不，那哎，这点设备嘞，所以都老早教呢，都老早没教不，都吃早教呢，都吃早没教不，那都老早记录教呢，都比老早记录教呢，好看，记教多，哎，这点，都那么样东西，哎，这点来的发展东西话路线，另外零呢，零啥东西，都啊这个哩，minus 这个哩，不老不老不老，所以零下十度，不嘛所以。America 咯，Australia 咯，就是 California 咯，你怎么样？又长呀？那个，安南呀，你嘛，California 咯嘛，说罗西罗西，哇吧嘞，哎呀，哎呀，也不弄，哎呀，说罗西，老师，
妈比妈说那些什么你在屋里的个老师，俺家老师啊零下毛，老师啊叫了只有这个的多呗。我妈说，你妈比妈说，缅甸的温度就是40几度嘛，哦，38、39吧，哦，俺说贪官了嘛，哦，老师今天有30度。哦，那时候台湾啊，真的30度，冬天的个日时啊，30度。我们像今天就是算热了，不热。那老师说，哎，格罗尼亚老人家说，你家比你那么可能那高比特别来呀。那老师说，对吧？零下多多嘛，是不行啊，零下就是10度、12度，哦，零下20度老吹起呀。哦，零下20度，零下21度，零下23度，哎，不算零下，minus 不老鼠标，degree 不老鼠标，是呀，没有零下，对，minus degree 不，啊，你们说零下10度就是 minus degree，老师先把一下的 minus 10 degree，那老师你今哪里挂肉？你今哪不地方的时候，烧鸭的爷爷，我靠，搞不着这个，不地方的时候，爷爷你啊，爷爷说。你家的年不要了吧？你今天嘛嘞？你家的年些？你们家的年些啊？你家的年嘛是？你今天不得说嘞？老师，零下3度、4度是一，minus three、minus four 老天一啊，零下不老不老度多少 degree？那近问的，我哎，看看那边面太白了，嘛等下都冇得米得嘛地嘞，路啥边面破了啦？近啊问嘞，到时候问两声你爸爸咯，他咋爸咯？表舅。出，嗯，出错的哦。正文的时候，我们那三姐妹过来对俺们咯。正文的是出忙啊，老命的。啊，老师，明天这边表面活了，证明你三姐妹的忙啊，老命的。那啊，老命来说，啊，老阿的三姐妹不弄，啊，老阿姨她嘞有空，啊，老阿来多，啊，这边那过来嘛。哦，忙啊，老命的，有空，啊，老阿来多，有空请一起呀。哦，俺老俺来道路来表路亚都那过来说，啊，清晰的，我说俺今天俺妈清晰的不？俺妈也清晰的，清晰的。我今天有空，俺今天也请俺你的不？清晰的不？那你们把那里，你说俺老说真的你阿妈，啊，从我家里，俺姨妈，哦，我家里很近，俺姨妈，你的，就是。Direction 物理界的 from 我东京来看嘛，东南离这里边嘛，哪个我这路啊等多吧嘞？奶奶有点儿，有点呢，一点过还在等多嘞，或者么啦，或者把李亚玲等多啊？喏，有点呢，一点嘛，有点是吧？奶奶二弟嘛，老师对比仪表了，我接着问起，有点奶奶就是最想大家那朋友嘛，奶奶奶奶一点多，奶奶不嘞，一点不嘞，有多几啊？人一多，人不多。A 点 A 五，俺说你弄到，俺老家你送票比较，你弄到你看啥了？哦，俺老家已经地段了，A 点不了，比如俺说你弄到你看啥了？那就是说算谁看啥去？所以就是有点奶奶，有点奶奶。哎呦，然后远走了，味道远走了，味道远走了，味道。那到时候俺妈我不是一他嘞。原啊，味道是三姐妹吧，听不着？你的，我这样的咕噜啊，没了咕噜的。近啊，你的，哦，远味道近，你的，那个希望说啥？苗岭的，这种都好皮肤苗岭的不？不亲戚呢，苗岭他啦，不苗岭那远远，我说我，所以我不嘛，苗岭中也罢了的了，你说那不对？表姐。啊，你说那不带你那种哑巴了的，我跟你讲，哎呦，嗯，啥呀不？咋没来呀？哎，对，你说啥家伙？哦，你说啥家伙？苗岭呐？啊，你说那不带人啥家伙？苗岭呐？哦，我希望你们每天背书，哦，我希望你们每天背书。哦，你说你来啥家伙？苗岭呐？八路了，都有啥的？你看嘛，一定需要每天背书。这个每天背书，没有每天背书，听得到啥名啊？因为我说那个呀，讲啥了？我们爸比妈没来的啥了嘛？虽然嘛，虽然让我表了吧，三不买这点路呢，三不这点路，三么皮来，没个乖喏，不一样来的，没个，让我们过不嘛啥？大家，马上谈什么好的？不一样那年的，不一样把大家啥？
어이, 모르죠. 이안 카케레. 어, 드로 클리랑 마. 릴리아 장마 데라이 클리랑 마. 데게랑 뵈어. 사니라이 미니 드고라이 사미야오. 미시다쿤. 아, 리우미라이 사이데데 테냐. 응? 미시다쿤. 지바 미야 드로레 미레. 아만니. 아데오 야. 드로레 미예바 미야 일라코디야 메고. 드로하 드로 다이반냐. 打字的呀，然后啊，公众号用打字的，对，所以老师你们老师这边也抽要来对吧？嘿，弄一个的哦，妈，你是弄一的，我都往那边没呢，你是弄五六一来的，那边拉没，因为他们没有每天写，就是忘记的，不是俺们那年加大好不，就是都那年大我啊，懂没有？所以。我希望你们每天练习写字啊，练习写字，汉字在日记目标练的，所以就我希望我的中文流利，我也就啥读的不流利，啥读的不标准的啊。我希望，我明年要去台湾啊，哪里台湾都要不标准的，就是希望标准的。那说说等下发的住的你的哦。他住的地，就是他住的，那么埃及这边片片里来干嘛呢？哦，阿拉伯路有在都内的，阿皮都，干净的，干净，干净的，他住的很干净。你记得我这样的，那么把你把我包裹先咱们了，就是埃及的包裹先咱们了，埃及的包裹先咱们。都内的，干净的，他住的很干净。都内的，你不得，他住的很脏。这样就是你白头，所以起码发的对呀呢，你得力对呀呢，老师喊你就给他得呢，你发的对呀呢，那么我说哎，这个来公司拿他，啊，那老师的呀，生日明年的，那老师生日个奖，告诉你，你穿的太少了，你会打哪里的？你弄哪个而呢？且设备上没特点，是的啦，老师去那个设备没交基的，本我上，给呢，好。而且设备这里都有很多。好，谢谢。那这个明年的新米吧，啥版本没写的呀？呢？他比我大三岁，他比我大三岁，是吧？读完阿车都年级的。他比我大三岁，他比我大三岁，读完阿车都年，啊，这都年级的，三岁啊，哎，啊，这都年过咯。啊，我嘛，读完阿车，啊，这那年爱的是不六样咯。上去到夕阳小，三声小了，哎呀，都俺才能听的。他比我小两岁，他比我小两岁，都俺才能听，咱能听的。多地方俺才懂那些。那跳舞啊，比我多爱嘎多。说话是卡比我的，女说啥？很可怜，意大利话多嘞。要加密码回他了，男女要加密码，female male。哎，非美女说啊，美可丽有女路拍的，美说要家里有家咯，男路拍的，男要家里，男要家里，孩子啊，可丽唱歌的前奏了，打扰，不要这样去吧。那在歌厅，在歌厅，老师卡拉 OK 我点他的，卡拉 OK 厅，卡拉 OK 厅，卡拉 OK 厅啊，卡拉 OK。你妈都要客厅了，比如他嘞，餐厅也听，这清楚的也歌，俺那不帮我嘞，客厅是吧？到卡拉 OK 把我夸了，哦，该听的歌，卡拉 OK 吧。那晚饭呢？晚饭啥路呢？呗？昨天玛利亚和你奶奶一起唱歌的人是谁？玛利亚奶奶，啊，这清楚的路啊，不读嘞。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没那个，你那都清楚了，对吧？不读来的，毕业表啊，一个朋友，等眼睛这样的，毕业表啊，什么朋友？把等眼睛来的，不如等眼睛来的，是不是男朋友？搞你们后来的，哦，男朋友就是一大搞的，哦，是不是男朋友？搞你，你也搞你们拉的，不是不是，哦，不是不是，没后顾没后顾的。我同学介绍的，我同学介绍的，我同学介绍的，俺也张博个介绍的，没事比的啊，你妈把俺介绍的吧喽，介绍个没事比多，没事比的，哎，这地方，俺老公老表那点的，没事比的，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
昨天第一次见，明天个第一次，不他妈的见，不他妈总的见，见，对的啊的。好，那老师需要那个，等一下啊。在本上面真的请假困难一下，不是不愿意哦。那个一个人多说啊，在歌厅。在歌厅，晚风昨天和你一起唱歌的人是谁？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是不是女朋男朋友？不是，不是，他同学介绍的。昨天第一次见。我入他入马拍的，还让妈妈跑歌厅呗呗，怎么样？你弄的嘛？什么比武呢？我同学介绍的不是你哦，而是萨普拉卡的丽莎。那个在宿舍，宿舍等于外语专门区，宿舍就是阿嫂。左边北北，那老师看到哪边了？左边北北我快呀没了，脚也边也我来快来呀没了。左个北，边个北，到时候北了是不路跑嘞？左手，伢来说一，右手，哦，快点呀没哦，姑妈不在那拉快点呀没，这东西也快点没，哇。为了为了宝马，左手上，右了宝马，右手上，老师也背了宝马，宝贝的长西的，老师的左手上有一支笔，老师也右了宝马，空西的，老师的右手上有手机，就是打理了别没有看过，谢谢明明，不要录呀，不要这样嘛，然后左边左背背，那sorry 这个。左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这个的看报纸，报纸要的领导，领导判你的女孩子明克里个是皮的，你的姐姐吗？你姐姐吗？你也阿妈啦？哦，你也阿妈啦耶？是，好的。右边伢呗，鞋子的看自己鞋子啥啥伊里的，那个啥货？认识我哥哥哦，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你要不要撒一你的胡椒嘎着？是琵琶的，我哥哥那不琵琶的嘞。你哥哥多大？所以啊，这个不能你来录米啊，那么有些一个是你多大了，一个是你几岁了？那么有人哦，搞你妈日方便不那个，你咋不老嘞？你几岁嘞？你多大嘞？啊了，你哥哥多大？你哥咋不老嘞？25岁。那上俺你是毕业，他比我大3岁。玩阿车，是冬天几把嘞不？啊，说话一的在宿舍。啊是的嘞，另外的。在宿舍，右边这个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你姐姐吗？是，右边写字的那个人是我哥哥。你哥哥多大？25岁，他比我大3岁。好，那再来在商店，商店就是老师说的主宰。那上里哪一份呢？Convenience store 哦，那上里哪一份呢？Convenience store 就是一个天嘛，碰他的啊，丽丽老师商店所有都录呀吧，没关系。今天的西瓜怎么卖？西瓜就是的那个什么配叶的，今天叶配叶的个。今天的西瓜怎么卖？不录秧了。老板，老师，西瓜也没了没呀？老板，那个怎么卖？那不录秧了。哦，今天的西瓜怎么卖？今天的西瓜啊，不录秧了。说3块5一斤，3块5一斤算1斤算得几多？老师，对嘛？老师，我点表哦。然后这老二来表哇。老师，对嘛？第一天你喂的哦。3块5一斤算3块，都是冬天的鸭鳖哦。冬天的鸭鳖就是老师都要鸭子是不？哦，冬天的鸭鳖就是老师啊，都要鸭子是路标啦。哦，都老师圆的扁着的，3块5算老师啊，冬天鸭鳖，然后老师圆形的扁着的，都嘛一茬的，都要鸭子不？3块5一斤算，这记录个冬天鸭鳖是哦，冬天的鸭鳖，然后老师圆的扁着的，都要鸭子是哦，3块5一斤，这记录一斤算，这记录一斤多少钱？没录呀嘞？哦，你说问他，第二天呢，不得的蛤蟆不喏？老师，啥都只有啥子个，许多路哦。啊，哪能样呢？老师不麻痹啊，路的路不麻痹嘛？我说轻轨呢，轻哪把老师背打的懂吗？你妈那样啊，路的路，新加坡、新加坡还是去那个欧洲那边那样的哦？喏，都是老师算经验做的，记录那轻呢？
1 kilo 2 kilo บ่หลอกเลยแล้วจะติ้วมาสู่อีจิงตะกิโลน่ะตอนปกติบ่แม่นบ่เว่เนาะนี่อติหนอเปียวอติเว่แล้วหลอกสู่อ่ะนี่มานี่ปะนะลงบ่บ่ตะกิโลน่ะจะจะฉิ่งน่ะกิโลน่ะเว่ฉิ่งอยู่จ้ะอ๋อสอยสังขวัญอีจิงสอตะกิโลโกก็คือ 3 จ้างอ่ะเปียจ้อเทียนเพียงอีดีนี้ก็มณียาแท้ซีบ่เลยลูกပြောจินน่ะแล้วสุดจ้องมาตัวๆบาฉောက်ท่าเลยสอจินเทียนผ่องท่าแล้วတွေ့ล่ะไอ้อ่ะนึกโหหน่ายရှင်ปีเนี่ยต้องมาเปียตะแกรนตุต้องจินน่ะก็บ่ต้องจินน่ะแหละจินเทียนปีจ้อเทียนเพียงอีถ้าแม้ตัวนูโนจินเทียนไม่ไปท่องอ๋อนูโนติมาสอลูกจินเทียนก็ผ่องท่าเลยเนาะเลเวลอเมนเลยตัวอเมนตัวล่ะทีนี้อ่ะปีจ้อเทียนเพียงอีเยี่ยมมาหาเจ้ามาเอาหน้าแลเสียตะโบเดีย今天我们拍的呢，比昨天便宜是吧？明年才直播的，录播的。哦，明年才直播的。哦，今天今天个明年才直播的，比昨天便宜，明年才直播的。是好的，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一些，是吧？年年的出，本地个来呗，明年才年年直播的。你来点吧，你来点吧，说的嘛，把表了，你。 拉马，我说你妈，你妈来了，表达。喏，你来点吧。喏，点错老师的妈吧，表妈的。你来点说，你拉马不着么？不喏，拉你拉回来，你拉出来，你拉出来，来说这边表达。这第三嘛说老师学的说都不表达，不表慢了不喏。哦，都你啊不，你啊一起年级的，对吧？你来点嘛叫你拉出来来说表，老师我都啊动起来。啊，那那念一下阿姆嘿，在商店。 在商店，今天天气刮怎么卖？三块五一斤，比昨天便宜。雪苹果也比昨天便宜一些。你来点吧，你来点吧。多点二锅多嘞，你来点二锅多啊，那个别一台了喏，你来点吧。 那我再学校找妈的，前边屋里这里一台呢，前边是不个说话是个别人，自个别人糊涂啊，糊掉个不，说话的那个人，说话的那个人，自个别人糊掉个，前边是不个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撇的，我的汉语老师，我也丢啥些嘛撇的，你可能不认识他，可能说他骗来的，哦。 不认识个么子妞，你可能不认识他说哦，你都么子你哪老不嘞？你可能不认识他，你都么子你哪老不？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撇的啦不？啊，对啦嘞，汉语写嘛啦嘞？是，好的，去年来的，么你个啦啦嘞？他姓王，姑妈个王悠悠撇吧嘞，28岁，那算是那撇的嘞。 他比我们老师少2岁，读啊两个路老师才啊，但那那年的嘞，啊，所以那个18 kimpu，在学校，身边说话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汉语老师，你可能不认识他，是新来的汉语老师吗？是去年来的。 他是文，28岁，他比我们老师少2岁。好。啊，老师呢？老师表他还不孬，真难说。啊不啊，因为说因为啊，当老随便不孬，再读不起来，我孬吧？啊不啊，像那啥子呢？他们啥把有不老的话出来说的，还没有呗。我录取呢，啥把呢？得不得的还没批呗？喏，隔离啊，主要说一到五。 昨天和晚饭一起唱歌的人是谁？昨天和晚饭一起唱歌的人是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谁？左边看报纸的女孩子是他的姐姐。他的哥哥25岁了，他多大了？
他的哥哥25岁了，他是20岁。哎，对啊，都是昨天的西瓜可能，冬天节就别玩了，没得咋办哦，呢？哎呦，都晚上上，都过晚上上啊，所以都要把那天骗了，都是冬天节去了，我嘛冬天节。哦。都过晚上上啊天，都过啊都是冬天节的时候，都把那天骗了。嗯，哎，好，胖胖的都不就能，把这些东西记住。那三年老师，那三年，然后他22岁，他的哥哥25，哦好，他的哥哥25岁了，他多大了？他的哥哥25岁了，他22岁了。昨天的西瓜可能卖多少钱？昨天的西瓜350是块，3.5块一斤了，三块。可能，350。嗯，老三师，百五哎，十。你那没解决。你说你等谁干？我是没下去啊。哎，对啊，你那阿不老那回来的嘞，都俺们不晓得不要350块就一个月来。顶了350块，多啊350块，3.5块一斤了，给他，那你个一啊，居然那也350元一嘛呀，那我顶了3.5块一斤，哦，哦，老百姓俩对那啊，一我们那啊，不老那平常来的没有。二楼头了，昨天那西瓜可能卖多少钱？不老能想来的那里，为啥能想呢？你那表演都为啥不？自黑的那表演都想哪不？好多的，皮嘛，天啥的嘛，在那里，今年也，今年也皮的也是有一条路，那个，啥的嘛，那一天的。昨天的西瓜可能就是比较便宜一些，东西啊，便宜一些，哦，但是有点贵啊。好的，谢谢老师。王老师是申老师吗？王老师不是申老师。姓罗姓，王老师是姓老师吗？王老师，是沈老师吗？是的，去年来的，明天干来了。去年说都一下说是去年来的，哦，是去年来的，明天干哪是了？去年的，好。啊，刚来那买点那三百的发票来看嘛，他嘞搞了嘛300个嘛啥，因为毕竟来变老嘛，三百天咱变平了，检查着。那是这个你穿的太少了，你为啥没弄啊几件咯？那我告诉你是。在教室啥都应该干嘛嘞？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我说说明天嘛，不要闭关闭。你那不能垃圾，哎呀他嘞，那你不能也不能哎嘞，是不是？我们嘞，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你那不能垃圾，哎嘞，对吗？你那不能答应说哎呀不要紧，每天我去嘛看来，每天早上，每天中午，每天晚上。6点多了，多的嘛叫叫，吵哪一叫叫？6点多吵哪一叫叫老的？那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你阿太在哪一说说他嘞？家境我不要不得这把懂了，少时老师少时的少时那点等于外呢？你阿太早起说他了，说他了在哪一说他嘞？我不记得，你阿太在哪一说他嘞？我睡得也早。哦，都爱唱哪一叫叫他嘞？你让俺才在哪一说他嘞？路标了八片不咯？就是都爱问哪一茬嘞路片不咯？看着哪一叫叫他了不？7点多嘛他了哦。你让俺才在哪一说他嘞？说第四个标嘞，哎呀叫了不是哪一茬咯？看着哪一叫他了不？哦，那我说的我睡得也早，俺爱打嘞说的，叫俺的把不如叫出来他，叫俺说到爱这的，喏，俺爱打嘞呗。说的，我每天晚上俺家人10点就睡觉，谁那一说俺那 A B 耶，早睡早起身体好，说说 A 说说他啦，肩膀一股高呢，早睡说说 A 的，早起说说他啦，身体好。
哦，教学长其实申请啊，说说 A 说说他，然后这嘛也都讲呢，说要那个意见，在教室意见的那家那个弄啊，特别嘛，说的特别申请好啊，那背你陆老师，的。本来没加，啊，在教室，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6点多，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我睡得也早，我每天晚上是，晚上11点就睡着，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你平常弄啥吧？你不读啊？在家嘛，来不得啊？一到五去啊，在朋友家等眼睛哎嘛。然后老师啥吧？一天嘛，明天他妈说说表他的，再来点米饭吧。他们奶奶他的哪路表嘛？我他们奶奶他有吧？哦，你吃的太少了。你啥啥年龄呢？上俺年多，而且的作业老师发的。你吃的太少了。你啥啥年龄来的？不少了，内务的。今天吃的很好，今天啥啥盐缸呢？那我就很好，盐缸多一点的。你今天啥啥盐缸呢？太谢谢你了，老师讲嘛也骂他吧。这个表嘛不弄，腊月的都冻弄那么冻呢，别说那么冻，太谢谢你了。都没有记住的呢，盐记住的呢，太谢谢你了，我表呢。我冻我啦，就是奶奶勤劳家给讲给，糊弄我这个。很感谢你，非常感谢，谢谢烟头片哦，非常感谢，谢谢感谢，属于懂呢，记住的呢，所以太谢谢你了，属于很谢谢你了，属于懂，懂那些的五八片的，非常感谢。非常谢谢你，就非常感谢，我感谢我基督真的，谢谢他我把 super ladies 批多了，就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就妈妈懂了。你做饭做的怎么样？你吃没吃着？哦，你吃没？你吃着？做的怎么样？不如你喽。你吃没吃着？哦，吃没吃？别管吃着不如你了不？不怎么样说不如妈妈你不？我妻子比我做得好，我吃到讲那么讲，说那么说，我不如我们的。我妻子我明白个，比我做得好说，我太老了讲的话，嘛他们吃大张表达着，我太吃表讲的都表达。我妻子比我做得好，我明白个，我太吃表讲的说要把大变嘛，他妈老的说要把大变呢。然后下一位没心的妈妈说啊，在朋友家。在朋友家，再来点米饭吧。你吃的太少了，不少了。今天吃的很好，太谢谢你了。你做饭做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的好。那在家门口，8万了嘛？不咯，8万，你这个万嘛是8万了嘛？下雪了，人咋比的？今天怎么了？今天这个故意的，怎啊这个蛮这个？有零下10度吧？有零下10度吧？-10 degree 了，是哪的？是啊，好的，你穿的太少了，你为啥你弄啊这些？我蛮近，俺说我也熬，反正吧，俺说我看见我也熬呢，好吧，讲吧比。老师要没读着。在家门口下水了，今天降了，有零下10度吧？是啊，你穿的太少了，我们这反着吧。好嘛，是的，那好吧。好吧，好吧。那我在家里，哎妈嘞！你在忙什么呢？你在忙什么呢？你把你老娘的也来嘞！我弟弟，他忙那个，让我开呢，是谁的谁开呢？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我帮他找个房子。俺你妈说这有啥的？你妈这户姑娘找人帮我看表嘞。俺弟弟呀，俺姑把别的做，别进那 A 下开呢不？哦，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帮我找个房子。都啊，我弟弟啊，我嘞，一下开年嘞。现在可他在里都诶嘛公司跟我们里个有点远，远啊味道，还是差不多有点懂了。远啊味道，说了说谁看咋接了？咋样？谁看咋接？为了么为了说你把那送撇大了，谁敢你看是啊？又送撇大，我也没多少钱了，我也没你多少钱的说，谁那会看啥？所以远啊，谁看咋接那3年这有点懂啊嘞。现在他在里公司有点远。啊，我都哎呀，你跟我们聊，你那聊为的，做的你家选味道，
所以住得远是吧？远了维多皮这边对对那嘛，哎，这里边来的住得远真的很累。你俩为啥个说？你为啥个的？真的很累，累个别蛮多，真啊得给的给过别蛮累的。是啊，好的，他也希望都那边苗岭呢，能住你那不能住的再一点，能住的近点儿。奶奶哩，都那啦，你我都那边苗岭来的啊，所以啊，那个 Nora。在家里，你在忙什么呢？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现在他家里公司有点远，住得远，真的很累。是啊，他也希望能住得近一点儿。啥拍的？啥拍的？俺奶奶弄一片到底，啥对比？我们拍里面修成了啥对拆楼？啥楼？俺嘞，俺拉比一到五，那个，这有哪里看？他为什么每天晚上10点就睡觉？他要上班，不是他上每班，天晚上是。没有他，因为早睡早起，身体好。所以那个说说没 A B 说早说起。他肩膀也刚身了，因为体好，早睡早起，身体就好。我，他们家谁做饭做得好？他们家他啊他的妻子做饭做得好。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下雨了，下雪了。他这2天在忙什么呢？我今天也嘛把你弄伢你来的，把弄伢。哈喽呀，没多久都今天嘛把你弄伢你了，没多久好不？Sorry，没进度，没进度，还没来等一百零啊，没进度。好啊，今天蛮多，看家里的。对，他这2天啊，六六标。他这2天找个房子，就今天嘛，看啥你的，印啥你的，咱表妹就得去看。2天在找房子，他弟弟为什么要找新的房间？繁殖，他弟弟，他的公司员，他员他他的家里要找新的房子。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那边是因为他家离公司很远，主要的哦，因为他家离都因为。诶嘛，公司跟我们离个很远。这个位的，他家离公司很远，300米咯，300多还看嘛，这开的地铁有300多路咯啊，因为这开的少，搞了嘛，那多少斤肉？好，那老师第十三课星期，老师让嘛，发几个嘛，一年哦，没领多少路，忙啊，这个开门，老师忙这个走路行，这个不能这个背着，坐在地下门。开门就是这个盆的，关门就是这个背的。开呀盆的，不管老师叫他把背不盆开，不管把背背关，米背的关灯，米盆的开灯，这个盆的开门，都要这个盆开呢，不录表没有？录表都要，估计这样不录表，我这个里盆没有不录表了。帮我开吗？晴天了，晴天了。
啊，请客哦，请帮我开门，俺在哪里备备吧？请帮我关门，请帮我做哪里工嘛啥？喏，俺米粒备备吧哦，请帮我开灯，俺米粒备备吧哦，请帮我关灯哦。就是都没有估计着哪，请帮我做来嘛。那你要做点迷你梦咯，这做练习的，不练习的，果然嘛不得。哦，老师嘛也他的，不 bless 的，不就是不练习的。这个表嘛，都那这啥白的嘛，多少对呀嘞？啥的嘛，多少对？这个表嘛，都的，啊，都那啥三张嘛，所以东张西张老东南有不？一般在八张有比这个表嘛，东南你那里下也有表情，那我嘛东弱嘛表东嘞，来嘛，那的，哎呀你那啦做嘞嘛好过，哎呀你那啦做嘞嘛面好，也不三没有，啊，困了也是的，开着，啊，开着，我说我开着手表。那么，就是那边没有带动那么行嘛？这个婚礼也是也不蛮开着，你妈蛮个十几年的是啊，开着啊办的，这个半年的所以蛮开，嘛三百嘛八的，这个婚礼也是也蛮开着，这个婚礼也是也说，这个也婚礼金，我嘛老师啊，哎嘛可能有差给的，因为老师今天早上有事情，所以给啥去都多呀的。我妈比多啊，多嘞。老师说，哎妈，你给嘞。咱们今天老师说，有点子给啥去了？啊，比我多嘞。你说，哎，你说，比多人在家里在下被开喏，妈开嘞。哎，看嘛，多少没比多，在家又困他了，表现在家又困他嘞，都表现呐。没被多啊，俺那我变了了。哎，你们为什么没有关门？你把这干嘛？门开着呢，在家里外边困他练习，在家里困练习。平时来表白嘞，爸妈在干嘛？在家困练习。哦，在家里困练习。哎，有没有练训练肌？练肌肉还没有表现呢，真的懂吗？蛮开着呢，这个也训练肌。你妈 grandma 进蛮啊，啥子开着个训练肌的，然后吃着啥练习的，啥子个他他们啥练都他们啥练习的。他吃着饭，他吃着饭，但是那时候你也没搞没奶那些的，但是还是说他们啥呢？他在吃饭呢。他吃着饭呢，八卦嘞不？反正东西嘛，再天这样了，再不等啊，再不等，换个地方。大家反正不等啊，反正哦。那个，他吃着饭，啥都他没啥联系。他说他是他在吃饭呢，他吃着饭就那么多了啊，这边都他没啥联系，都他没啥你那个八卦，不嘛啥五百身上丢了么身上呢？这货都他没啥联系。他们啥联系的？那个啊，他在吃饭都他们啥你的？弄你的比我啊，那个啊就读呗，弄你的，喏，而且你这样就读呗，这户啊都他们啥你的？他在吃饭，这户啊他吃着饭都他们啥联系？那个啊动作就是比我嘛他们啥你的呗，但是爸妈路嘛是他有啥关系了？都他们啥联系喽？都他们啥你喽？哦，他们啥联系的？他们啥你喽？哎呦，看啥子不？你看都他们啥联系的？把这东西他吃着饭。那他们啥你也录表情，他在吃饭，你把你看啥这不目的比你把你在家多，你看不练习也不在那动静，吃着饭，弄你也不在那动静，在吃饭，对不对啊？这个也是的，看着，杂志，啊嘛，老师一查的杂志，哦，明天杂志啥么个人？哦，读，么个人？还练习的，哦，杂志啥么个人？读 magazine，哦，读完 magazine 叛逆的谁了吧了？他在看杂志，读 magazine 叛逆的，你妈我不接不接读，读 magazine 我叛逆的，是的，哦，读 magazine 我叛逆的，是的，他看着杂志，他看着杂志，magazine 叛逆的，是的，magazine 叛逆的谁了？他在看杂志，人家老师这个表嘛，老师再不等我粤语都讲了你嘞。俺们老师第八节讲了，这处比努力我喏，难度高呢。那沙漠外面这处地方嘛，沙漠外面白的，写字的，写字里边再写出字来的，写字说字来也写的，把字来写的，怪我以前哪一个？老师你把俺们的木脑里边他那个，他写字作业都按照字来的，所以吧嘞，他在写作业。老师，你们发觉不正动静了？是的，对，他写着作业读 in the 一类也是的，所以你也是个表嘛，你也是个表达的路的 professional 的呀，你嘛呢？写着作业一，再写作业一，关我什么事？爸爸妈妈屁股，你嘛你再打表，你啥得啊？你再打不正就东龙牙了。刚才老师对他一下子咯。
地锅底下没，知道吗？不管你把你自己表嘛，不露白表表，都嘛地露白点放进去也是啦，我咯，你得加包地茶没，那地面片面你有地茶没？还有老师表一遍，啥白地嘛，read the passage 嘛，啥意思嘛？再放呢嘛，都没呢，不接不接呢，都难念嘞。不是说他讲的点啦，谁都会看嘛，自己表啊都呢，writing 啊都没读。你妈啥嘛来处理了搞没？English 啥嘛来处理了搞没？SAT 也得看嘛，你妈来记录呗。老师，SAT 也得看嘛，咋着？你丫头阿皮个，这个表是这样，没动物，啥意思？这样都能看嘛？不接不接，我丫头阿皮老师学习的虚假嘞，咋着？Writing 不接嘛，都我丫头对家了，不接吧？所以老师讲啊，搞笑是啥么路过喏？到底俺在不正东啊嘛啦，不接不正东嘛，俺表妹 as you wish，你在家东路呀嘞，但是老师爸妈啥啥么，老师啥么嘛，老师爸妈都有，都现在你那些事了，你看他在写作业都表现俺们不要了，不要了，没背用了，没背用了，因为老师放话，心里的放嘛，我心里的事也放，你打的底下嘛。你嘛，你在的路，你这个表嘛，你一边嘛多还比多秒，在这里嘛表路呀。我说三米五嘛，三米五容量大了，grammar 放量大了。我现在一列是的，两个那边心里的放的那边还是东亚呗。啊，我心里的放再写不成，东亚一列是的放的那边东那是东亚呗，怎么的啊？啊，那主要吃表的，他主角做白了，吃那些是的，他说吃你的所以。在煮，妈妈在煮饭，阿妹他们吃你的，对吗？叫做吃你的是的，阿妹啊，他们吃你的是的，就是妈妈煮着饭，哦，妈妈煮着饭，阿妹啊，他们吃你的是的。妈妈煮着饭，阿妹他们吃咧，是的。啊，老师讲到诶，你发展呢，再发展呢，亚么那么对了，再发展呢，大比哦，你老弄大么凶呢？那老师讲到诶的，老师对啊，老师这有啥嘛？我喏，one to y 嘛不，没骗你的嘛。老师讲汉语的啥不下面呢？啊，老师对着嘛，老师讲到有老师啊，喏，汉语面呢？哎，现在给改了汉语，我们这段老师来听嘛，汉语命令你帮死他了。哦，讲到汉语这数据在哪嘛改？我们老师汉语命令你立马听他的，汉语我不太讲了。B 呀，老师的不会说薄饼哦，薄饼汉语那个 B 呀，薄饼铅笔铅笔说老师啊，K 的哦，K 的蜡笔说老师洋葱 K 的哦，蜡笔洋葱 K 的蜡笔洋葱 K 的，就是你底下们。蜡笔、铅、笔、铅笔、蜡笔，还有毛笔、笔类笔写丢啥吗？哦，笔类笔写毛笔啊，老师啊，收的丢啥嘛？老师收的应该改名一点还毛笔，因为毛啊灰，毛啊灰，笔啊薄笔，薄笔嘛灰里的它啦叫毛笔，因为收的老师是嘛高嘛，收的里的灰也拍的那里。喏，我找木工的，木里呢，他叫毛笔，手点也得好，我说毛笔多快，所以老师丢什么笔里笔写的，笔、铅笔、蜡笔、毛笔，笔、铅笔、蜡笔、毛笔，蜡笔是老师杨总开的是吧？就是老师的，我都抄，都抄那哈么，就是说我啊东一类杨总开的这个啊东一杨总开的没有快啊，毛笔，克里的杨总所以的我东一开的啊路还没有。蜡笔哦，笔铅笔蜡笔毛笔，还有拿出来修修的哦，拿修的，那么多，那把你嘛不咯？改他的手表的老师八大遍嘞，改的，有的改的，因为上班嘛老师教他对嘞嘛，再把这样改的路，拿修的那改的，拿再说老师就他嘞也改他嘞。开价钱，老师，老师那涨了变多了。比如说，老师啊，哎，打多少钱了？啊，老师那天嘛，啥欧的还是啥的呀？A A 不的改他了，哟，你拿着，你拿着，阿表，你改他来做，你改他来录表了，你拿着，这个叫嘛阿言懂的，啊，你拿着，你有他，啊，你拿着，你有他，你改他，啊，老师应当看他多了，我们。
哪只？哎，那边嘛，老师，懂嘞。那老师，眼睛，阿拉对比哪咯？眼睛就是面咯。哦，眼睛，面咯。哪个？哦，这个是没有。好，那老师，这个是第八个哈。那我们看一下，蛮开着呢。阿表，他这个还要困他嘞，记住，这个还要困他嘞。哦，这个困嘞的，蛮开着呢。这个困嘞的，这个还要困他嘞。阿弟。那墙壁啊，开的，说话嘞，宾馆或者咯，或者你也在那嘞哦，个草什么车，哪个啊？女他嘞，干他嘞，眼睛面咯，路口说蓝娃，路啊蓝，火啊娃，蓝娃，路口，蓝娃。那在办公室用干嘛？蛮开心呢，哪样混他来的？请进。这个就比较温喇叭的哦，蛮开心的，刚碰他的喏，听见，这个就比较温喇叭的。请问这个就比较的，张先生在吗？然后呢，这户口这种表示了，三个嘛，妈妈来的，老师三个嘛，啊，你也没的，第二要洗了，妈的喽，张先生有吗？没不，张先生在吗？张先生洗了，张路杰没洗了，他出去了。都脱大衣裳，都没脱大衣，都没变脱大衣裳。他出去了，东东呀嘞，你下午再来吧。你那家吗？他拿去吧嘞。好的，搞马屁，谢谢，这是对马的嘞。啊，所以啊，那个不勉为。在办公室，门开着呢。现在，请问张先生在吗？他出去了，你下午再来吧。好的，谢谢。在办公室有干嘛的？那个，呼呼的啊，正在说了，哭也哭，现在呢就录呗。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女孩二五，你拼音，你说啥拼音？拼音多几笔拍的呢？拼音我们记得。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胡子还彪你，胡子还厚嘞，啊，胡子还彪你，搞嘛哩呀？不读嘞？我知道她的名字啊，读的没有对嘞？他姓杨，杜悠悠个杨悠悠撇的，叫严什么？严笑笑，严笑笑路口来的哦。悠悠个杨叫严笑笑，严笑笑路口的。他姐姐是我同学，杜妈刚刚也 classmate 撇的。那个玻璃手里那天嘛拿着，那老地方后那天嘛就他列着么？那天嘛干他列墙壁的呢？那天嘛开了干他的后第二个个。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那他妈我看人干他的，不掉个个，我不认识，我不认识说啊，心里不热啊，所以要那个动动嘴。那个正在说话的那女儿是谁？女孩。女孩是谁？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严，叫严小小，她的姐姐是我同学，那个手里拿着铅笔的呢，我不认识。在运动场转了说阿哥咋滚哦操场呢啊场运动啊阿哥咋了的运动场的阿哥咋滚听说有点咋啦的你有女朋友了女朋友啊搞嘛哩你嘛搞嘛哩去多比说的我认识他吗啊都没有印你啦的就是撇的我们班阿如阿丹嘛那个狐狸讲这说老师说有意来看哪个比如啦哦，站着说，有意的看哪个？两个大眼睛说，你龙鸡，你龙鸡也录表了，毛不孬的嘛？你龙鸡，你龙毛不是？你龙弯弯的呢，录表了。哦，啥了啦哩吧大别？你龙鸡那蝴蝶是不都啥嘛咯？你龙不在太阳，你龙鸡，你龙的说，哦，不是你龙鸡，就是你龙弯弯的呢，啥啦哩吧大别？你龙弯弯的呢，胡搞嘛哩？哦，尤克里亚哩，胡你龙弯弯的，俺老家那样胡尤克里亚哩，你龙弯弯的呢，蝴蝶有哩哎，就表达非常爱笑的女孩。哎妈嘞，你都八大遍。哎呀，他说喜欢的这个地方说，吉亚拉，你得的，吉亚拉，你得的，干嘛嘞？说啊，你一年就是有嘛么的，哎，六八大多么遍呢？就是
โอ้ปิ้งปิ้งเมียนะโหปิ้งปิ้งนี่ผิดเนี่ยเดียวดิไอ้ไอ้หลูบาตาเปียมาอ๋อโหนี่โนปะตะเทียงซาใต้กว่าบาตาเปียนะคือยีอ่ะใจเลยสรอกอานี่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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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นี่มาเผื่อซากว่าอ๋ออยู่ผิดเนี่ย不是ยีอ่ะล่ะใจตาหมอบุคือตะละนี่บาตาเปียคืออย่างโหปิ้งปิ้งนี่เนี่ยเนี่ยล่ะใจเดียวดิเมียนะหลูเดียวจริงปิ้งปิ้งนี่ผิดเนี่ยไอ้ไอ้หาမျိုးนี้ตัวดิมาบาตาเปียนะเฟซแอนไอชอตเดนิไฮร์ดิเมียนะปิ้งปิ้งนี่เนี่ยล่ะใจเดียวกองมาลีลีเด้อ๋อမျိုးလုံးကြီးမုံတော့မျိုးလုံးဝိုင်းဝိုင်းလေးနဲ့လေဟိုပြီးတော့အရန်ပြင်းပြင်းလေးနေရတာကြိုက်တဲ့တယောက်လေးတဲ့အာသာဘူရှိယိုနမ်ဖုံယိုမသူကောင်းလို့ရှိရမဟုတ်ဘူးလား那个已经是他的前男友哦你那个吧嘞 EH 啦哈啦 EH 你那你那个 EH 的哦就是前男友前男朋友了嘛可恶前男友你那姑娘别多来搞嘞啊这个咯你那姑娘别多来搞嘛嘞所以前女友啊碰我飘来别听嘛，嘛前男朋友么着？前男友，伊那 EH 哥哦，他啊那个二啊个已经是撇多阿比过哦，他的前男友嘞对 EH 撇多阿比过表啦，哦对伊那搞没说的还没有表啦，所以我再看牛都。天上里有女朋友嘞？啊，我们是团花，就是我们班那个贞泽连个。大眼睛，非常爱笑的女孩儿。她不是有男朋友吗？那个已经是她的前男友了。在路上，蓝宝马嘞，路啊，蓝上啊，不，在路上，蓝宝马。请问这是不明白的？这二里新京北馆哦，宾馆园嘛，新京多少老师那没呢？新京啊，妈妈这有没去？新京啊，那没。里头啦嘛，今天啊嘛，哦，这二里说今天啊嘛，新京宾馆说新京没吃过的，微辣的，不远不微不，走路20分钟就到。哎，路上的说得买啥？怎么样？走路20分钟就到，走路咋人少多嘞？20分钟，明天的事就苏打呢，到要比走路20分钟就到，走路20分钟就到，那个哪一个老人少的？走路30分钟就到哦，人少多人呢？哪一明天的事老苏要比的？你能告诉我怎么搞怎么走吗？你能告诉 nine plus per one 不能动它嘞？nine plus per one nine nine 的告诉表表嘞？哦，你能告诉你啊表表哪吗？哦，我 object。Machine piece of 怎么走吗？不如多呀嘞！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不如多呀嘞！说你看我表表比哪一门拉说重说嘛？人家我五只呀，就是第二楼他重说嘛？从这儿今年呀嘛，今年呀嘛，后年呀嘛个等年呀嘛出的，第二个叫做嘛？从这儿今年呀嘛，离这儿路多少秒？从这儿今年呀嘛，一直多这来在找找，往个十度，往前九度，现在在十度多。从这一直往前走，哎呀，懂了，你是懂吗？Daily use 哦，这个表嘛，怎么样？往前走，写的有多少路？明天表了，写的有多少？往前走，往走了十多，前啊十百，左啊多少嘞？写的有多少？我妈说你有 A 嘛？老师 A 嘛？你有？老师我嘞 PC 嘞，少多少一百？老师少八百嘛嘞？往前走，左转，写的有多少？比百贵，哎，路明表，往前走，写的有多少？然后一直说，这来在找小说。找小这这咋多？路没有表了，从这一直往前走，今年你找小这这多？到了啥叫的？前面是不是我要比索引？哦，到了前面的路口，是要蓝哇我要比索引，再拿出来往右转，sorry，往右走，往啥西路？右走啥？两百西路多。所以从这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是要你蓝哇这户要比索引呢？在脑车往右走，脑车你还不给我断了一把这段，用不着啥了。我说啊，我用的绿屏。在路上，请问这里哎，啊，对，在路上，啊，猫。请问这里新京宾馆远吗？不远，走路20分钟就到。您得告诉我怎么走吗？从这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的路口，再往右走。在买一个是三块四九块四呢，啊好，三块，好，那如果，开没人读，一到五，好的，江夏先去哪儿来？
江向轩去不在那趟了，没那么多回，江向轩出去了呗。江向轩去哪来？好嘞，好嘞。严笑笑，谢谢严笑笑，谢我的妹妹。江向轩出去了，江向轩出去了。王笑笑，谢谢王笑笑，谢。严笑笑是谁？放在哪去？他的女朋友，谢谢他的女朋友，谢谢。严笑笑是谁呀、啊？我都怎么说、啊？凭什么说民工排名啊？也完，有事吗？我严笑笑谢我的妹妹了。严笑笑的妹妹，对妹妹啊，不可能吧？那多编辑我们严笑笑，我来一百百年，严笑笑是我的妹妹呢，不可能哦，是哪呢？她叫严笑笑。那个正在说话的女孩是谁？我知道她的名字，她姓严笑笑。那个她是我姐姐叫，我严笑笑是我姐姐的哦，我姐姐的妹妹，不是我的妹妹，我姐姐哦，那个我同学的妹妹哦，我同学的妹妹，严笑笑是我同学的妹妹，不是我的妹妹。哦，听没？听不？确实。报的有那么点。是。严笑笑，谢谢严笑笑，是我同学的妹妹，他的女朋友，谢谢。啊，对呀，有爷爷来看啦，别别嘛。面龙，阿姨，面龙，几下啦？再给路嘛，今天的八大三年八八大变啦，阿弟呀。面龙，你弯弯里面这些啊，讲啦，两个大眼睛，哦，非常爱笑的女孩子是他女朋友。哦，两个爱笑些，哎，两个大眼睛，两个大眼睛，大眼睛，非常爱笑的，最后女孩子是非常爱笑，爱笑的女孩子，非常爱笑的女孩子，女孩子是她的女朋友。哦，老师你嘛，都在我就是说生你啊嘛，撇脱啊，老师，比如帮助人事业路啊，都讲嘛，你撇脱出来，我编不住了。所以老师，都啥人嘛，白眼，所以老师有两个大眼睛，有爪子，两个然后大眼睛，你弄的弯弯的那东西，哦，鸡眼圆，弯弯弯的那东西，比如非常眼骨爱笑的女孩子，爱笑说，不用啊啦，不用不用，你撇脱掉个女孩子，没讲嘛，你个是撇脱。他的女朋友都也搞嘛的是吧？也做一定那边表表嘛。然后厕所前男友是什么意思的？也做吧的。意思是这边。前男友是我的玩，是女朋友。女朋友，男友吧，什么女朋友？男友，前男友是男朋友。前男友是以前的男朋友嘛？他前男友是以前的男朋友，前男友是吧？以前是吧？形容啊，讲的哦，以前的男朋友，前男友是吧？形容讲的有可了哦，前男友是以前的男朋友，好，那么啊，啊，去先见，宾馆怎么读？啊，从这一，哇。从这一集，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啊，三毛把明白了，对焦你弄天明白。从这儿一直往前走，今年你这点多，哦，到了前面路口，现在两五幺零阿位标准没黑。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到了前面路口，啊弄了，啊弄了，前面一路口右下右左。在右组啊，在右组差不多两百股多啊哦，所以老师你啊三个嘛懂的，你看咯老师的 HSK 的 form 嘛就来 direction 用了 HSK 嘛这不把来啊，所以老师讲到一样了，他老师那今天是13到13啊，帮我记一下，老师13个人嘛13吧不啥，然后13老师还没有讲到，我们等等13明天再讲哦，13没得看嘛对吗？那13印啥片啊？那老师，以啥类节目下的宝贝们？啊，你检查哦，啥么？对，
맞지? 인고라인이라고 가나?